你能分辨出这两张图眼睛的区别吗？如果它变成这样的，如果再变一下。所以你无论是在训练画平行四边形也好，画无比巨长眼眨毛也好，又或者你把眼睛画得跟仙子一样会说话也好，但我要告诉你的是，眉眼位置不对，一切都是白费。那具体实操的话，利用山根找内眼角，再用内眼角向斜上方找眉头，这里的眉头不用太重，隐约能看出来最好，眼间距小于右侧眼睛的宽度。然后再说形状，平行四边形无疑是练眼睛的一把好手，这种略带冷漠的眼神，形状要压扁一点，倾斜度要大一点，然后进行修饰，靠近外眼角这里往下压一点，内眼角这里往上顶一点，找见上眼皮的厚度，从厚度往下压投影，瞳孔里的高光一定要留出来，然后把内外眼角的厚度和黑眼球的重色跟上，双眼皮的轻重才是精华所在，眼眨毛真的不用过程，不然会显得异常的难缠，最后看一下整体效果。